作业过吗？不要了，我这个没有什么改。俺买面，我买上面的房子，俺买了，我买底下的门面的，也不算门面，摊位就是才有几平方，知道吧？啊，到时候涨租。上面的那里呢？买了就算了。我这房子能不能不能买？我家里买上了。但是当时我记得，我记得买那房10年左右的时候吧，还可能不到10年。俺买了，我买了一套，那套房就搁那个银行里头那两天，就进了三房。大概10几平方，不到20，咱20平方，十几万。当时没买，要现在要是现在这个房子，反正50万能买到，没办法。当然了，你家买面房一般都是这样卖，都是六十的。你差点领导还是吧？你认识领导吗？不认识，那你就说你得去看看，是不是？房子咋样好，或者。这能找个饭吃，这能找个饭吃啊，这个厂。